土地吗？哦哦哦哦，你说这种我那边的土地已经盖东西了、啊哦？没有啊？嗯，没有、啊。我怎么看到一个风车？那是风车而已啊。他那是找不到地方盖才盖这个。哦，他那个直接找地方塞回去就好了。对啊，那只是找塞回去而已。萃取食素可以干嘛？先把，就他不是要那个什么？嗯，感觉那个不是看什么？不是吗？我怎么听说是？那个还有别的啊，那个还要有别的，可能要有订阅人数。嗯，反正就水一下。水。这个盖家最重要的是体力。今天是紫色学校，安安，我本来可能需要一些黑木打底。想说都已经十点半了，需要一些黑木打底。可是我们焦油现在多，你已经要用到焦油啦。他多要盖新房子，肯定就是用上了。对啊，你不然到时候我又要再拆掉，又要重盖。而且你再下一次翻，再往后也没多少那个时间了吧？哦，不是剩两还三个王吗？两个。哦，两个，那对啊，他这一次翻就几乎是最后一次。Hello， 这一次我可是有备而来啊，有熊来啊，变煤炭了。老家到这里，哇！我家烧烤店又要呛死人了。安安，好了 ，Hello， 继续去打赏金，现在赏金好多。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哦，乌拉诺尔贪婪者在北方小雪山往北，格里玛亡魂也是，那就先打这个吧。北方小雪山，你也可以顺便帮我打一下。嗯，不要，我那个西马斯，不要。哎，反正都有可能打到一样。啊，忘记做黑曜石剑。黑曜石剑，安安，黑曜石的剑石，剑石。剑呢？对啊，剑石。哎，嗯，羽毛是不是有点短缺啊？是不是应该多去打鸟？可是用黑曜石剑打鸟有点。除了鸟还有什么来？鸟。羽毛我应该有多的，都没在用。看一下，哎，我没拿到羽毛。哦，这个石头太缺啊！羽毛来，毕竟你又不用弓，对，因为我完全不用弓。哇，这么多都放到那个，啊哈，我等一下放。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嗨，根本就没得消耗。哦，是除了鸟以外还有什么来源？那我就做两个 stack。没木头了。哎，头钉。啊，青铜。安安，那个帽子，对啊，这个头盔超帅的、啊。我怎么记得我记得我第一季也是戴着这个头盔。头盔，冰龙。冰龙头盔啊。Hello。冰龙应该是最后一件。没有，迷雾之地的话应该有新的。对吗？哎，我的鱼标本讲话。啊，出花！没有，我已经用完了。
安安。哎，去，哎，对。为什么这样又要骂脏话？血是脏话，血不是脏话。血血血，血血血，血。哦，这个不在地面吗？怎么那么麻烦呢？乌拉诺尔贪婪者是，而且感觉好像，只是野猪啊！哇，他很贪婪啊，没错啊，贪吃，只是个野猪要跑那么远。我一个也坐很远啊，在二王的最上面。安安，二王的最上面。二王是哪个？长老。我的野猪在这坏的，超级远。哎，那边有船点吗？我有两只在你那那只的下面，那边有一我这边有一些那个啊，有一些那个是。标记啊，不知道是谁的。这边有这边有一个探过的痕迹，不知道是不是。然后这边还有火，那个引火之类的，看起来是有人探过啊。西北黑森林有传递啊，是吗？西北黑森林。对啊。哦啊，那好，那到从那边就不用走那么远。那要做个 mark 啊。来做 mark， 这只吗？等下，那不够，好像不是，你卷不起来。还有野猪，反而是最讨厌的，找都找不到。比较讨厌树蛙。树蛙才能找吧？可是树蛙如果不是在河边的话，就比较好。树蛙它很难，可是通常不是在发现的话，是因为它很难叫，是不是？啊？很难叫是什么意思？喂、你在说什么？现在有一只站着的西蛙哦，没有，他们本来就站着。需要这个、啊、好难哦。等一下，这边这一块地也给他征收好。嘿，你怎么可以乱征收别人的地？哪有别人的地？这块是空地啊。他是里长伯哎。是啊。就是之后会被换掉的，大家都不投他们。哎，我真的找不到啊！野猪，我先去打另外一只啊！讨厌，格里玛亡魂，你们猜猜是什么怪？有鬼魂。今天有啊，在外面吗？格里玛亡魂是西蛙，哈哈，只是个西蛙，下一个亡魂。结果我跑这么远，是打两只废物，除非他很强，可以让我刮目相看。你不要等他死在他手上。期望，我倒想要看看西蛙要怎么打死我。嘿嘿嘿，真的，用拳头让他一咬三百磅。你不是啊？没有西瓜的话，应该会有那个手下。哦，是这样吗？印象中都有啊。是。
盖一个箱子。你，你。以后不接野猪跟西瓜的任务了。当初你只是觉得他们好赚，现在觉得好麻烦。跑半天就是打那么一只。对啊，80块，10块也算赚吧。对啊，算上时间成本不算。对啊，今天太晚开，以为没开台，我本来没有想要开的。欸、啊，这只了。已经工作时间。哎、欸，他手下。那就这只喽。不过今天没有要推进度，就是哇可恶！今天就是之后会去北，今天打打赏金，然后会去北京打一些哥布林赚黑铁。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下一步目的地在哪里。本来不想开的啊，越挖越低啊。本来想说今天也没有特别要推进度，就不想开。感觉开了就有点浪费大家，浪费你们的时间，观众的时间。可以当那个作业用 BGM。作业用 BGM， 作业用 BGM 就听 BGM 吧。干嘛这样？听瓦尔海姆的音乐会睡着、欸，尤其是青青草原这边，因为他需要有人讲话、啊，嗯，就会。在哪里？哇！快点，可恶！不要来烦呐、啊！打破这个！不要来烦呐、啊！哎、欸，竟然没死！这可能一星的哦。那种没有被我一刀斩死的灰矮人，应该都一星的。一星灰矮人。一星灰矮人。对啊，有时候我们会打到那种精英个体，其实就那都是有星的。在哪里啊？赶快给我出来、啊！平常在那边出跑乱跑，在那边咬人，现在怎么都不出来了哈？你要打他？boss 石头比较低。You coward！ 啊，在那里！一个，几呢？这样应该够平了。几呢？为什么？不懂他们能当到 boss， 因为他们就不会到处乱跑。竟然不是这一只。What？人家在那边拼命逃命，就跟你说不是他了，然后他又没有说不是他、啊嗯，我是宝珠，我是宝主，是说你刚刚是说什么？遇到一星珠，有星珠，不是啊，一星灰矮人呐、啊。
我现在的剑可是传奇剑呢、欸。砍一下他应该要死的、啊。那如果是有星珠的话，不是一般留下来吗？啊，留下来干嘛？留下来点嘛。我们不是在找有星珠吗？我没有。没看台怎么睡得着？没看夜游帮，好像生活乐趣少一位。哦，夜游帮对你来说这么重要，真是太好了。这边连到，但是我找不到目标啊。目的，目的，目的。哇，在路上找到。气源呢？听声音有电子音，只有我的问题吗？我听也是，我刚刚也听也是电子。T O 哈哈呵 ，Yes。现在好了吧？我听起来还 OK 啊。听着比刚刚好一点。最近 Discord 伺服器就是时好时坏。那个对，那比较敏感。啊，你可以在这里讲啊，他不要听到就好了。啊？你在跟谁讲？我在跟观众讲话。是这样吗？那是 YouTube 的问题吧？ YouTube 他如果没有去特别设的话， YouTube 会自己弄，可能是这样吧，我也不知道。阿莎会啪嘴之内会讲之内语，然后石会叫之内闭嘴。嗯，还好今天他盖房子，应该不会在那边大惊小怪了吧？哎，爸，哎，爸，本点是在这里面吗？怎么会这样？怎样啦？又在大惊小怪。对啊，在大惊小怪什么？改变住。我广告是有特别设一个时段一个时段这样。没广告我们也活不下去。接下来我们有没有比较厉害的赏金？还是我要去北境了？八部不朽者，其实在黑森林的有可能都是巨魔或者是骷髅吗？啊，西北西黑森林，哎，刚刚阿修，你有去打你那只吗？哪一只？就你刚刚讲的那个传点。啊，那是野猪啊。哦。那我的这两只是什么？我看一下。奥帕图血剑，格里佛地狱之王。看一下。听起来超强。这在暗黑已经是。奥帕图血剑是野猪。奥帕图血剑是野猪啦，我要把这些丢。格里佛地狱之王也是野猪啊，我的。
直接看这一个名单来找比较强的哈。尸鬼、吸血虫、尸鬼、格里佛，无法形容的恐怖。这个好像很强，而且弓箭可能打不死他。这是石魔像。哎呦，好暗，在哪里呀、啊？火炬人穿一只左右摇、啊、没有没有木安安海洋咦我走到海洋了但是我就打这个危险易怒者完了都跳出海洋是不是会有什么东西出来危险易怒者，不会啊，你顶多就是遇到海，海上无敌，顶多就是遇到海怪而已啊。危险易怒者在哪里？哦，有了，吸血虫啊！海怪，啊，海怪，有一个触手，一个触手。啊、哦，不过他追不上我，我现在是顺风，他追不上我。耶、yeah ，这会不会是阿修说的最后一句话？哦，谢天谢地，感谢顺风。船屋，哦哦哦，你说那个大人就这样的，哦，那个海港，啊完了，我应该带传送点的材料，码头，这个海有点长，完了后悔了，那你没带的话是这样的，对，我没带啊，待会还是要走，还要再走海路回来，然后又要遇到海怪一次，可恶。也许在那边有火灵核心的洞窟可以用啊。火灵核心比较难获得其他的材料呢。其他的是什么？忘记了。细木，你现在应该可以砍了吧？可以啊。还有一个什么？哦，灰矮人之眼，这也不难吧？那也要看哦，不然那你就是在附近有黑森林就有。西北西黑森林这边有一个维亚诺强权者，他是维亚诺强权者是巨魔，这个可能比较强，他给黄金，去吧。巨魔你打的，用射的应该可以。到底到岸了没？看不到。太嗨了，可不可以先睡觉？太嗨了，我在船上、啊、不。嗯。还是我在船上睡觉。这样子，你上线会在船。猪？嗯？为什么有一只猪在被关起来，然后不是被抓？抓过。嗯，我的意思抓他什么？不抓他的话，我不帮你们丢个。他要吃什么？萝卜？你不是在盖家吗？我在盖家，可是好暗哦。印象中我是喂他吃胡萝卜。这是你的地基吗？对啊，可是你已经想好要怎么盖了？差不多吧，但是大小自己的地好像不太……嘿，你又盖在大圆的家前面，等一下他又骂你。啊，他仲博家就在这里啊，他地址就在这里，哇。但好像可能要换个方向盖。哎呀，这只猪一直在拆家，我要精神焕发一下。
哎、欸，他怎么不会？他怎么不会？他怎么不会？不会那个洗刷时间啊？啊，有了啊！原来要原来要这么久。嗯，要等久。没办法，那个阿修在海上无法睡。哇，哎、欸，可是已经快白天了吧？快白天了吗？你怎么不知道？啊，有人在拆我船、嗯，什么鬼？等一下。完了，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大头，干西哇！你这啊，最会了，西哇也要骂脏话，西吧。我船的，他拆了我就回不去了。没想到，他拆了应该会变成那个吧？带给他死亡的不是、啊、那只吗？不是海怪，是西哇。哇，这里怎么会这样子？这里的地形怎么是这样？西北西黑森林，有没有办法偷袭他？哎、欸，到底是那只还是这只啊？至少要先打掉一只。哼！好，好像不是这只。拆掉，没办法拆。是这只。啊，要斧头拆。你要拆什么？哇，他是拿棍棒的、哦。要拆。哇、哦，四百多。喂，五百。哎，哎，都你拿那个、啊，那个锤子。你们是他的小兵是不是？哦哎、欸，他跑哪去？锤子不是可以锤子可以拆船吗？那个、啊，我说的是、那個、怎么越走越远？对，那个木锤子哦，木锤啊，对啊。然后按中键啊。我知道，可是没有反应的，应该是要，我觉得是要物理拆吧。锤子不能拆船。你附近要有，你附近要有那个吧。锤子不能直接把船拆掉了、啊，你一定要直接自己把它弄烂掉。那你不拆船那个柱啊，要帮我拆了。不是、啊，你可以，你可以修啊，你可以修它啊。啊，怎么有一个？怎么有别人的闪进来打我的？三小，怎么有点？可能是我的，加油！痛苦打击，家人超痛的。你在哪里啊？你没死就还好，就表示还好吗？哎、欸，真的是我的、欸。那是这样。这个那真的是我的啊！而且重点是很多只，这是什么怪、啊？虽然很弱，可是很多只，我看不到他们在哪里？什么东西啊？这跑掉了！哦天哪、啊，好黑啊！这里、個，哎、欸，目标已击杀 ，nice！ 终于有人帮我打我的，金价起了。我还刚到新大陆就要被迫帮你打、啊。你到的不是新大陆，是黑暗大陆。黑暗大陆应该死了吧？啊，白天白天的、欸，模仿应该没有这种东西。啊，来了！哎呦！他突然就冲上来，模仿就被杀。哎呦，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啊，死了！啊，我剑慢刀啊！太可恶了！
完了。求救！怎么了？你在哪里？求救！西北西黑森林。西北西黑森林有这么强的吗？是巨魔啊，而且他是拿木棒。哦，巨魔就没办法了。工厂才在哪？好，爱莫人柱，我在海的金砖，你看打。啊，我过来了，西北西黑森林。好，等一下，我吃两个肉再过去。嗯。啊。木头的。木头的有那种灰的时候比较慢一点，很讨厌，我死在这里。就在旁边而已。他是把空降牌给你。哦，nice哦。打他的头怎么没有比较痛？啊，没体力。哎，这样把我楼梯开了。慢超强的。我也没体力。哇 ，nice 哎！耶、yeah! ，超强的啦！刚好需要石头、哦，奈斯，我们带一点石头回去给之内。你支援石头？我突然不想给。我突然决定直接原地销毁。哎、欸，曼，你要帮我打另外一只吗？好啊，在那里。等一下，我看一下那是什么。八步不朽者，西瓜啊、哦，不用了。八步不朽者，你会不会又不是西瓜？听起来很强啊，结果是个垃圾。妈的，每个西瓜跟野猪的名字都取得这么屌。我要把这些退掉，讨厌。他没有叫做涅法雷姆。涅法雷姆是什么？迪奥波二王吧。哦，迪奥波二的二王。不是王，是玩家的角色。哦。哎、欸，还有个魔法锄头，这个袋子啊，也许之后会有用。啊，没了。啊，十强是要用那个切石台修吗？是，对啊。带个剧组算了。哇，又没了。
羽毛，羽毛没办法量产。羽毛现在大色很多啊，慢丢了500多个。你是怎样没去大色看过吗？我只是好奇羽毛没有办法量产。不能养鸡吗？为什么你盖家会需要？这维京这里有鸡吗？没有吗？维京人有养鸡吗？我太冷了，没有办法。鸡会怕冷吗？我要把野猪之类的退掉，懒得接。可是他给的钱还算 OK 吗？这是什么？真是实在太香了。你以为这种垃圾赏金就能让我动身吗？但是钱给的钱真是太多。本想大声斥责。好了，我去北境看看。我本来想要大声斥责的，但他给的实在太多。北境油田，这边的北境都已经探完了吗？我爱油田。这边好像还有路的样子。东北北境。啊。继续往这边这个方向走。天，这好像是雪山，是不是？哦，是哎，德布林，一下掉下去。哎，哈拉暗影斗篷。哦，打掉，是你的、啊？哎，你也是。没有了，我只是听说那个门墙。哎呀！他为什么跳下去踢 pose？ 啊，死了！喂，挡不住啊！还真的很强啊！真的？你可以先跟我讲说他是赏金多少的吗？我怎么知道啊？我怕他也摘啊，谁会记这个东西？啊！你的到底是谁的、啊？是我的吗？应该不会是我的，因为我刚刚看过。看，也不是我的。哈拉暗影斗篷，我对这个名字很有印象。哈拉暗影城是这里的吗？对，那就你的、啊。把你跟我一起去。不是啊，我说他是谁？他是谁？你喝什么？你都知道在哪里啊？你还在那边问？不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啊，我只知道上一次跟你们看北京，他应该会写啊。他是那个啦，他是狼人啦，叫狼人哈、哦，狼人一定超强的、啊。哈拉影斗篷听起来超像电影名称。你跟我一起去啊，快点啊！啊，就 go go go！
哎呦，小小狼人，真是。Hello， 哎，我原来让我们在聊天室。打完武王可以养鸡哦。啊，真的有鸡啊？让我们一起来啊！让我们一起来啊！哦，在迷雾之地是不是？在迷雾之地有鸡啊，加了一片新的环境，再加一只小动物。哎、欸，如果有鸡的话，我们那个羽毛的来源就……可是问题是现在羽毛超多的啊，好像你很常用羽毛。没有啊，我一次都直接用掉一整撮啊，要一直做剑。他在我的尸体那边呢、啊，你赶快把他引过去、哦。而且我现在好冷。你冷不喝药？我冻僵了，快点！他在手撕哎、欸，他在手撕、欸。好了，我来哈拉引斗篷。趁现在。为什么飞走？电脑。哎！让我格挡哎、欸！啊，你死了！我格挡哎、欸！你死了吗？啊，死了！死了！你以为你格挡就可以啊？我也格挡啊！狼人 BOSS 挡不住啦！欸欸、不是啊，他的名字很像电影哎、欸。东山小你在讲什么啊？怎么可能被一个电影打死啊？人家票房比较高啊，不行。可恶的哈拉影斗篷，我靠！我可是绑得死死的耶！哇、啊！哇，原来会被摸到、啊。可杀！哇，他的动作好小哦。在哪里啊？我听到哥布林。哎呦！哇塞！那个陷阱砍掉我一半血、啊。我死了！喂！我你捡到了、欸！一掌把我打死！我来帮忙、啊。我刚刚就说。啊！可恶！昨天的牛还在吗？之内说还在啊，只是那个还在吧。木板盖太低了，你要他要去盖太低了，他要去改一下。哎呦，他的手撕哎、欸，小他的手收也太动作也太小了吧！完蛋了，我听到哥布林的声音。先把哥布林打掉了。那一个传送门叫什么？喂、欸，就已经设好了，就在大社的传送门。东北北境。因为我不在大师、哦，因为我出发地不是大师。哦，他看到我，我被你打到了。这是之内的，在、那個、在平原上的是我的尸体，之内在雪山那边。哎，喂，差点死掉。等啊！我正在冰封了，哎！等一下，他的手好像很不安分哦。不要一直跟我绕圈，你赶快预备攻击啊！可是，哎呦！他在讲话。好，我来。好啦。哎呦！赢了战胜他了。
个啥？阿拉影城，对啊。他怎么没有掉东西啊？对，有点穷，为什么这次没掉任何东西？明明是赏金。个啥？哦，谁的赏金啊？那么穷啊？对啊，怎么会这样？只有他自己受益耶。哦，什么受益？我可是死嘞、欸！这一趟来真是什么都没有哎、欸。有啦，你有打到一个黑铁。慢的那把小刀也是真的超强，是涂了毒的小刀。对啊，他也是特殊吃掉的。攻速又快又有属性，攻速快就表示马上可以翻滚，而且使用的耐力比较少。对，其实攻速快，我觉得相对也是安全，你挥完刀可以马上看干该干嘛干嘛。我刚挥完刀就只能面对我自己的死。对啊，你的攻击动作慢了，就变成是你就算看到你也躲不了。时尚玩家，我就知道，知道了。你是先那个的，就是太那个了吧，太好猜了。对，我是先预言的，预言家。哎，半斤八两，近之者内。嗯，近慢者啊。或者怎样？定慢者关。可傻，这什么烂狼人？哎呦，有蚊子！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你还活着吗？没活着，没活着。啊，那就不用我了。哈哈，哇塞，这只蚊子也太肥了吧！喷了两个妆哎、欸，啊，那个欧哎，撞我了，有个欧哎，这个盾的反伤简直就是蚊子克星，这个盾应该就是电蚊拍吧，电蚊灯、捕蚊灯，哎呦，举着来撞他直接死。加速坠机，然后回去吗？可是啊，我这片雪山好像蛮大的哦，搞不好会有龙蛋。对啊，慢为什么可以一直暴击？所以那个暴击的确是加暴击，没错啊，不是加那个、啊。没有暴击啊，我刚刚就没有。有啊，你砍都是砰砰砰的声音哎、欸。没有，那是闪电。我打那个伤害没有比较高。闪电。是不是因为你每一集都是暴击，所以你认为伤害没有比较高？没有，就真的不是暴击嘛。它暴率就是加那个掉宝率啊。掉爆率，啊，这雪山就这样啊，我以为很大。你家很大？为什么漂浮术也要用到体力啊？不用吧？要啊！哦哦，原来是因为我压着加速哦，漂浮术加速也会扣体力。漂浮术只帮你漂浮而已。血掉扣超快有很多，可是血掉扣超快有很多啊？可是血超掉的超快，明明就不是。绕口令的那种感觉，你竟然可以把它念得像绕口？不是啊，这是我是在念观众打的字啊。哎、欸，结果这边是森林哦、喔。哎、欸，
哦，好黑啊！对啊，又变好黑哦。阿修现在是，我现在也没办法睡啊，我在平原上。开了。什么声音啊？哇！德伟吓我一跳。哇，下雨，天哪！哇，下雨天。哦，原来他们在打架。这边根本就不是平原。啊，一群哥布林啊，一群就比较麻烦一点。哦，我会盖床了。哎，待会待会睡觉、欸。怎么突然来打我？哦，你在外面。哇！亚米，不是啊，怎么什么鬼啊？哦，看来又要没了。怎么连西瓜都要来打我？再会。哇！追到上面来哦，你有没有搞错啊？哇！我就是没了。哦，好痛！哦，哎，为什么？哦，啊！啊，为什么？等一下！救动吗，爹爹？怎么听起来之内也在分呢？庐山岛。挡到了，挡到了！哇，这什么？这啥？啊，太低了！哎，不要回啊！按错了！啊哈哈，没了！哇！可傻！你盖一个房子，为什么跟打 boss 一样啊？有没有搞错啊？回了，完蛋了！啊！我才要死了吧！不要、啊！他为什么不会对哥布林造成伤害？完了！我的心血！啊啊！疯子！啊！我要死了！啊！我死了！完蛋了！啊！亚美了！起来！亚美了！起来！啊！起来！啊！起来！哇！你骨头！哇！天啊！刚刚这个一小时复制一句，我赢了！啊，还没死！哇！
我去 ，nice！ 哇，什么鬼？你一定屁啦！再会了。哎、欸，哎、欸，哦。哇！大人家要塌了！啊啊！你为什么盖房子会盖到人家人家家？哈哈！倒了钱！干什么情况？我看一下。哇，这听起来就有点大……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你是不是动地基了？没有，因为我的地基被挖掉了。只有你而已啊！什么叫做你的地基被挖掉？怎么这样？哇！你用了20×20啊！玩到了！我滑啊！我活下来了 ！I survived！ 完了！完了！你他妈现在立刻把那个手上的东西给放下来！操！你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放下来！你给我去用普通的，你不要再给我拿那个黑色的那狗东西！你妈不配用！没办法，你妈每次拿那个都平了。这要怎么修啊？哟，又是一个冰龙头盔。负重加的时候，艾达回复15，刀伤减免。啊，我的比较好。哇，我当时弄这里，你知道弄这个山坡我弄了多久吗？是说这是哥布林的基地吗？哎、欸，我之前没有看过哎、欸。为什么 PVP 无效？我给你打开，为什么扛死啊？因为他也要开才能。啊。天哪、啊！我刚刚这一刀直接想把他劈死。这空气太恐怖了吧！啊！你又不是第一次了。不是啊，这……不见不见影，不见不见影。看等一下，哎、欸，又来一次。恐惧破碎机，我先说，你绝对不要拿着那个狗东西跑到另一边来按了。那不会啊！哎，不跟你开玩笑，你那个山坡我原本就弄了一个半小时。云兰加地基啊！哦，冰霜锤啊！那边有一个图腾，嗯，等阿萨回来看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真的，这要怎么？这要怎么弄？哎，算，我来弄吧。好、哦，要天亮，我想进去看看你。你再弄下去，那个。大元家真的就要不见了，他家应该是目前是他家地基超脆弱的，冲不来的，好吧？我说他家应该只垮了，只垮了。这绿皮鬼二星哦，还好他没有。他家要是中间那个梁被冻到，我跟你讲，那就怎么样？哎呦，哇，你真的。上面原来躲了两只哦，他们两个在干嘛？哦，我的 ，Oh my god！ 啊啊啊啊！算了，先回去看看发生什么事啊。你该你的去吧，这我来弄。但哥布林营地，但我这边也先得等地形修复吧。挑，修个毛！你那边都平了，你还修个毛？
是啊。沙漠是沙漠来三吧你 啊, 啊！这个没有石头，你上，哎，上不来。呜！哎，找死啊！我的铁镐，哎。来这么多只、啊，啊，好痛！没体力，没体力。降低是吗？还是不用？嗯，应该是不用。家要没了，别弄了平滑就可以了。你想搞？体力设计太烂，要打不能打，要跑不能跑。应该是说，因为、哦、这边，哎、欸，有人帮我打死什么？这个农田这边可能要往把我怎么突然被击杀了？可能是石吧。哦。阿萨斯啊，好爽。这到底是应该说我的动作太耗体力，可能是因为穿银甲的关系，穿盔甲的关系。如果没死就好。看一下导览游村吗？可以啊，先等我回去。不过已经看不到刚刚发生什么事了。没有没有，还没那么，这里还是蛮明显看得出发生什么事。这个跟你当时那个等级又差了很大了。是哦，他这个已经相当于没救了。让他看的没救了，是大冤家没救了，就是这边必须接受他就是变成这个德行了，这边已经没救了。看来大冤上线又有惊喜等着他。对，不像之前那样好像还可以搞的，哎、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这已经，哎，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对，不是值得。也不用等，因为这也没那么快。看一
下发生什么。我回来啦！那直接往右转就看到了。哎、欸，这边啊，这里整个平地啊，变成一个山崖了。哦、哇！哇！连农田也。啊！农田突然长出来了，农田长到上面来了，要变成梯田了。这农田都要弄下去，都要把它弄下去。你再弄会坏掉啦！你再弄旁边这边，大元家，大元家的这半边不是？哇塞，你这是。他原本是个斜坡的，给你弄到。对，他原本是斜坡啊。哇，啊、他的那个自豪的那个 Welcome to my phone 已经消失了。我跟你讲，要不是中间这四根梁我替他换过，现在这个屋子真的不见了。这四根梁是我有偷偷帮他换过的。帮旁边赶快紧急加盖子。哇！我要留下这个历史遗骸给他看，我要让他看看你做什么。北京。这个真的没有，而且你看，连旁边这个平原，这里原本我记得是个两段还是三段式的坡吧？这个位置。对啊，对啊，这怎么可能？这也太大了吧？你是按一次就这样？对啊，这个真的没办法了，这个没有救了，跟你讲。因为之前这边地太不平啊，25×25，哦，他是按最大那个，没有，不是。最大好可怕、啊！我先把我身上的锄头给丢掉。哦，最大还有35×35，35，那大元家应该整个消失了吧？那应该连大寿都不见了，不是传送门应该就跟着不见了，我觉得。哎，我们就只能让旁边看起来就好像这里原本就是个梯田，就是个山崖，这里就不是梯田了。我要拆这个银盾。啊，物品安一嘛。哎呦。是内力拜亚力，大元上线又要玩又要啊！他说我家怎么又……他每次上来都在休假哎，好可怜。等一下再看一下怎么处理那边。他上来我家怎么变成？我还跟你讲这句。好重！这也没阻挡啊，这就是这样，这只能这样，这就只能这样。没错，就面对现实。好，我们来好好的，等一下，等我把东西放完，我们来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村子，不然累个的。真的假的？就是刚刚开宝，现在好一点了。刚刚开宝箱会稍微 delay 一下。我的钱，
先放这个。好，这就是城镇中心大社遗迹，不是大社，哈哈，阿三币，直接变遗迹了，开始狩猎是吧？好啦，要给之内 credit 的，他第一天就把这个盖完了，大元来了，哭啊，大元啊，他在聊天室，哦，但是因为我在聊天室。Hello， 我觉得大元家有缺少的部分呢。没有啦，他家就真的只有只是缺少东西。你要不要看一下旁边？你要不要看一下旁边缺了什么？他旁边三段式坡加一次变一个。他家只有他了，真的只有他了。上面那个屋重要的屋子缺少了一大部分。因为天然屏障可能消失。他本来、這個、你看他这个建筑结构，他本来是几段，一二三四四段坡，现在就变一段了。还有他的 Welcome to my phone 也消失了。这个我在帮他修啦。你帮他修？那我觉得房子要消失了。你也就是把墙壁补起来而已，修个屁。不是啊，就是把旁边把它这个堆高啊。欸，不过我觉得梯田还不错、啊。我到时候再把它堆高啦。这个田可以这样子啦。我觉得这个田还 OK。用的锄头、啊。没有啦，用那个。这个不是可以堆高吗？说墙壁啊？对啊。然后我想办法帮你加修的跟之前差不多。我愁死了，他原本就是要那个坑，那现在那坑也没了。对哦，他现在没那个坑耶。啊，他现在要这栋。刚刚讲到哪？就是我是说之内，笑死，之内还算不错啦，第一天就把这个大社给盖完，然后让大家有地方睡。大元上，大元杀来战场，他直接奔赴战场。屋主已到达战场，都来都是来上阵休假的。然后后来就是这边就是慢坐的。这个工坊我觉得很漂亮，很不错，一个很集中又有实用性的工坊。是说后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干嘛用？这个齿轮会发光哎，好酷！哦，就是那个没办法，这个高炉拆了我的家哦，没有拆，他塞子变我要看大人的反应，没有拆啊，没有拆了，没有拆了。这个猪不见了，只剩下胡萝卜了。他就真的是意外。说这边就可以跑出来，他跑出来。对，那个变形之后就直接走出来。还是他直接死在地壳变动？不会吧？啊！2012，我来啦！没有拆家啊，等一下我帮你修，帮你修，等一下我帮你修了。哎，我这个完全出不去啦、啊！你把我的门口拆成这样，没有拆、啊。喂，而且你门口，等一下我帮你修、啊，你门口会多大设二期哦。啊，我这要怎么修啦？等一下，我想办法。哇！而且雪上加霜，还下大雨。而且我这边屋顶本来就很紧绷了，你这样子我屋顶就撑不住了。我知道，你刚刚屋顶应该也在塌。我操！我靠！我快盖了两个地基，我真的吓死。我会帮你修了，我操！这很难呢、欸。我想办法。我想办法。而且我的出入口就没了、啊，你就赶快盖出入口啊！没有啊，到时候没有啊，到时候这边可以帮你把那个堆起来，而且可以把它改成一些其他的方式。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讨。这
真的，你先把那个黑色厨都放下。我也太瞎了，有话都好说。记录之内干的好事。不是啊，这边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说看。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按一下就变成太扯了。不是，这里可是我精心规划的四层楼哎。现在还是四层楼啊？现在还是四层啊？只是地下室变成一楼了。等一下，我先把那把屋顶补起来。那个补不起来，那个要必须要底下稳固才行。有啊，稳固了、啊。有吗？有啊，不然他会继续逃。他刚有另外帮你另直接贴两个木梁。大爷心情是现在的天气，狂风暴雨。真的，我还赶紧上线哎、欸！你原本中间我一回家开之内直播就听到我的房子被拆了，没有被没有拆你家、啊，不是大元，怎么会变这样？大元，你要先看这个，你先不要补上面，大元，你先看这两根梁、啊。我知道啊，对，你这两根梁如果要拆，你要先。没有，最后拆，最后拆，这两根梁不能拆，不行，不能最后拆，因为你现在的承重是靠这两根去算的，所以你上面现在加盖的任何东西都不算数。不会加盖啊，上面是原始的样貌。没有，不会加盖了。不会加盖，不会加盖，上面不会加盖，是保留它原始的样子。我是要想办法把它。为什么这里起雾了啊？因为下雨，然后又平地吧。还不错啊、哦，很有效果哎、欸。这很难修哎、欸。我想办法。何止难，我觉得就是直接放弃，我都直接放弃好吧。而且我留两边板就是可以有斜坡下来，就现在完全没有坡了。有了有了，现在没有坡了。有啦有坡了哪有？有坡了。到时候就有了，我想办法把坡盖出来。你一动啊，搞不好房子又只剩一半。不会啦，我你在那外面后面那个山就没了，我跟你讲。你不要再拿锄头了，把锄头放下。我们的村子毁了。把锄头放下，有话好说。想办法卖。那边地形也改太多了吧？对啊，没救，我跟你讲。这个农田怎么变这样？我都放弃了。我觉得不错啊，梯田呢、啊、还不错、啊。哎呦，这田到底要怎么修啊？我现在最困扰的是这个田。你最困扰的竟然是这个田，不是大爷的家、啊，不是我的房子、啊。不是、啊、大爷的家，我觉得我有办法把它修好。这个田我不知道。梯田你别弄了啦，梯田没救了，我看就知道了。你这边如果弄下去，就会出现很多你后面这边的 Kika， 这种 Kika 是修不来的。那 Kika 要拿那个铁锹一格一格敲，那个敲半天。欸，那我那一次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欸。真的，你那个跟这个比起来，哇，你那个算是简单的了。这个是真的难。哎、怎么慢之前整修一下变得很漂亮，然后之内整修一下变这样？哎，这个坡真的很难弄，他这个锄头弄这个坡太难了。这个地形整个变得很奇怪。没办法，你只能学会接受现实，要跨过这道坎成长。只能以这样的地形来装饰了。对，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呀。还不错啦，他大社二盖起来以后再来看吧。你家旁边还有大社二哦。哎、欸，你要最好留一个最大的房间给我。我直接把大社二连到你家。这个都跟最大手法。哇，这你的家就被政府征收了。那个真的可恶哎、欸！你这是什么共产党？没有，想办法帮你修复，然后你以为是大员吗？只是韭菜、韭员，谁知道那个供出来会供到他家？想看对比照哦，对比照可能要看旧直播了。
哇，而且还下雷雨。这个好老天爷诉说着大人的心情。哇塞！我这可是也盖了一阵子的。可恶！不会不会，你家都还在啊，只是周围地形不太一样而已。我想办法卖掉。真的啊，你家没有这个地形。你家在、啊，我就是要那个裂缝的，你就要拿裂缝拆。对啊，他的买缝。Come to my phone。我在想办法帮你把缝修回来。可以啊，可以啊。对，我想办法。而且这边怎么会有石头啊？地壳变动，有什么都不奇怪。对呀、啊。上次那个大社那边地壳变动，蹦出六根香菇，可是后来又不见。啊，对吗？又没了，现在没了。尽量去看那个石锅。哎，为什么这个大麦要放哪？哎、欸，骷髅来了！大麦要放哪里？放那个啊，大麦地。啊，就放在这里啊，就卸货区那边。你盖，为什么要盖一个奇形怪状？没有，等下中间要补起来。等下中间要把用那个一格石头上。我没有家可以住了。你家没？你的风车是要盖在中间？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只是我，因为它是个流浪的孤儿。因为这个我现在连拆都拆不掉。啊？因为他有那个工匠桌才办法盖啊，我现在不知道他工匠桌盖到哪里去了。好了，拆。只好去打拳仗。那把锤子应该要没收。真的？那把锤子好像。你还对啊，这是奴隶的结晶哎、欸，奴隶的。你们村子，我村子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敲的，没办法。是啦，是没错。之内奴隶打原厂，原厂。啊，原厂。还好 Zomb 的房子迁移了，不在之前位置，要不然更不得了。不对，其实应该是说 Zomb 根本没有。他在之前的位置，我就不会。他根本把自己的。Zomb 不应该迁走了。对，不然我的房子就还在了。那就叫做蝴蝶效应吗？你的房子还在啦，你的房子還在。啊，对，这就是蝴蝶。这就是蝴蝶效应。因为 Zomb 搬走了，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个时间。你的家还在，受到伤害是吗？你的家还在，不要担心啊，我会修了。还好我身上有原木。哦，你看这个暴风雨下个不停，之内的诉说着大人的心情。之内的嘴骗人的鬼，好像好久没听到，因为好久没有跟 Jumi 玩游戏。白天再来看村子好了，现在晚上要睡吗？好啊，睡啊。我没办法睡。哦，我在野外。好吧。哎、欸，这谁的声音啊？石啊。石啊。哦。啊！你连石的声音也认不出来啊？我还以为是肉母。等一下，你是啊？我卡住了。啊！石跟肉母的声音很像吗？哎、欸。我游戏当掉了啊！哇，看来大人该换电脑了。我刚把我的毛射出去就当掉了，那你不要乱射。应该是冲到 mod 吧？
那既然这样，我要附一个传奇来看看。必须要把这个拆掉。哎、欸，那个？就是原本我附好史诗级的。你昨天给我那一把回旋镖啊？嗯、哦，我刚刚复制了一把。我刚刚就丢了那把出去就断了，然后回来哎、欸、多一把。又复制了一把。怎么可以这样？有人要吗？那是什么东西啊？没有，他那个拿去放那个大射。这把很强哎、欸。老天爷给你的怜悯、啊，觉得你损失了一个家，我补给你一个。他没有损失家了，明明就有，没有、啊。我放在大社里，有人要再来拿。你家金刀哥爹了。你这说法就跟那个政府啊，硬要在你家旁边盖核电厂，再盖一个垃圾场，然后说你家没变啊，你干嘛那么伤心？你家没变啊。对啊，你家就是没变啊，旁边只是多垃圾场跟核电厂呀、啊，怎么了？你的意思是说，盖完之后旁边就是一座垃圾场？没有啦。好，附魔传奇了，呜呼！啊，先弄后面吧，这个邪附魔传奇，你有附到什么？吃罪？我还没点下去啊，我在想要不要点一个小刀之类的，还是点？锤子就好，好了，锤子好了。哈，你锤子要变成传奇？嗯，因为曼为什么曼给了很多传奇材料给我们，哦，所以可以来玩一下，一个人玩一次。啊，真的吗？那我要玩，免费嘎家券，吸血 3.5% 趴，伤害加 19% 趴，戳刺加 19%， 减速减加 72% 趴，对 boss 无效，好像不怎么样。减速其实很好啊。可是对 boss 居然有传奇的分离师在对 boss。好了，大元你可以玩了。你是分离师吗？不是，我是狼。嗯、啊。那是要找那个吗？白色装吗？好了，回来可以睡。对，要白色。哦，好啊，睡吧。睡吧。躺。我就躺在对岸的家里了。好，睡了。哎，还要找到火灵核心才能盖传送点。哎，我会不会睡醒发现刚刚你的一切都只是场噩梦？睡醒之后地形就恢复了。对对对，刚刚只是噩梦而已，我只是还没醒。好好，我就睡醒，去看一下。你醒了，冷静的听我说。你还在噩梦里。冷静的听我说，你的家被拆。我。啊、嗯，还是一样，好像还是跟好像跟梦中是一样，完了。哇，我的门口变成防火巷了啦！哇，真的，什么防火巷？哇，这就是因为你围起来的地方啊！这就是，突有突然大人家就变违建了。这就是对付钉子户的方法、啊。没有啦，你在那边，我还没盖完，我只是在盖地基而已，你不要紧张。他现在出入口就是人家的防火箱，一出来就一道墙。当初建商说这边不会盖的，没有，笑死！我要抗争，还我美好的青草坡，我的海景。海景第一排，对你的海景、欸，真的，我这边视野很好、啊。现在没了，等一下，照点星星好吧？政府要充公了。我还想说没有火银河星界，我走两步就看到一个墓穴了。好 ，OK， nice 哦，就不要墓穴里面没有。巨魔洞窟，果然没有。巨魔洞窟是不是很难打？就巨魔啊！你现在应该没什么用，啊、没什么怕了吧？除非他是悬赏，不是很大的那种不是吗？没有啊，就是普通的巨魔、啊。看我这边，骷髅头像，进攻！哎、欸、，OK， 真的是，
噩梦。骷髅图现，可是骷髅没什么好怕的。是啦，但是不想让他拆东西。欸，为什么他每次都是从餐厅那边来？没有，因为刚刚的目标好像是以石为中心，因为石刚好站这位置。咦？远远掉了一个蓝色、欸，哎。好啊，拜拜。欸，我怎么突然被打了？哎、啊！在你后面啊，你在干嘛？不是我，那个、啊。会那个，会那个。哎、欸，他消失了。加出这个都会那个。不要靠近那个大森林。我在那边打也会掉帧掉帧。这才加出。他怎么没有路可以走？今天没有到齐啊，今天 Zomb 没有上。哦，我巨魔 Zomb 应该在。洞窟怎么没有东西、欸？等一下，这是谁家？怎么盖得那么好？那个是慢的。哎呦，慢的烧烤店。哎、欸，你上次没来看吗？你上次没有看一下里面？里面有用、啊，还有那个药、啊、水柜啊。对。好棒哦！巨魔洞窟是空的、啊，哇！没有，干干干干干干干，还有门帘呢、欸。哎、欸，为什么按门吗？等一下，这只牛要先拿走，它的攻击源会攻击到建筑物。哇，石烤炉！我在曼家搭一张床好了。不要，不要这边攻击。哎、欸，它地下是空的、啊。哦，地下室是空的，那個、你可以是空的，你可以搬那边。你可以睡在地下室。你如果不地的话，好。那个地下室是骷髅皮鱼战斗，目前没有建设。啊！他们在打围墙，东打围墙，东打，东打。你们是东大来的吗？这个东西还没拆掉、啊，这一定是石盖的。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古代，就是阿修家外面的那个啊。艺术，我知道在哪边拆啊。哦，没拆啊。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哎，这哪里有一盖？这不是你盖的吗？这不是明明你盖的。我没有盖，我没有盖家。你们这不是家，那不是家，你又在装傻，又装傻。哎、欸，有巨魔洞窟里面是空的、欸，哎，是不是？是因为他出去了吧。那个巨魔应该是在外面吧？哦，哦，所以他是魔有火影核心就对了。魔有、哦、巨魔没有，巨魔没有。所以太远要坐在那底下吗？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吗？这个啦。你住地下比较好玩。哈哈，这不是你盖的，这不你盖的吗？不是啊，我没盖东西啊，明明就你盖的，这只有你会盖吧？我不会盖这个，而且它还被雨水侵蚀。哎、欸，我要盖也是盖直立的，好不好？不会盖躺着。所以真的不是他。哎呦，又要狼人杀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狼人杀，好不好？我们之前都认定就是你盖的，感觉他又在装傻。之前都认定就是你了，你觉得他是装傻还是真的？来，各位，他的那个蛋蛋还一颗大一颗小。啊，这上次谁也讲过了，不是阿修讲的吧？啥？很少，好吧，那个剩下的地形跳针等他弄完了，可以来游村了。既然在这里的话，先来看阿修家啊。哎，来参观一下。阿修虽然说他是树屋，但他盖的比较像中世纪的房子。你自己不是说你对树屋的、欸、没有阿修，你有在改建里面吗？还没改。哎、欸，你的三楼不见了。三楼有啊。超窄，超窄。我只是没有那个点火而已。摸乳像，你来了啊？
在这边会被摸。喂，好挤、啊。为什么会有木头呢？这边是原本是。啊，等你盖完，我再弄这个后面这条通道吧。原本这条路，他不知道什么东西坏了。嗯，应该有东西坏。等我弄。对啊，我打的是别人的赏金，然后我打死他没有跳出成功。嗯。你又打了谁的赏金？哎、欸，不是，他手下杀完才算打完哦。对对对。真麻烦。对啊。阿修加，请给分。哎、欸，密语死密语。哎呦，这个怪一直在瞬移啊！我看是正常的。这边应该感觉还可以再放一点储备木头，不然现在看起来空空的。你说我家哦？对啊，可以啊。你家底下感觉？你家底下感觉就是那种储藏室哦。那个我没盖好，我想在下面种田。哦，下面种田长得出来吗？我不知道哎、欸，我不知道这机子长不长出来。要有阳光。对啊。要阳光哦。嗯。而且是真的阳光，不是那种火把，不是麦块。我把它当麦块了。对，麦块的话。它的阳光真的会被遮蔽吗？我倒觉得你那边可以放个。会啊，这有些阳光被遮蔽。那个烟酒桶之类。酒桶也不错啊。可以可以。就是说慢的那个石屋还没有看过，那盖完了吗？哪一个石屋？好像还看起来好像还没。海边这个啊？嗯，不是，就小岛上面。对，还在弄。Okay、每次盖到一半就想去盖别的东西。然后这样子走过来，就我家。我家后来就没有再调整，就这样。我就这样了，哇哇哇哇哇！禁止禁止！史密斯，你在哪啊？密语史密斯，哎哎哎，还是啊，帮我帮我，安安，哎、欸，你要把它升到四级走，然后让我盖的这个，欸、这好不好？他本来就会那个、啊。让我盖的这个传送门的那个，这个屋子其实蛮漂亮。好了，我不想再看到我的房子了。那里面那个对啊，它传送门这个、欸、这个遮蔽的建物，我觉得蛮漂亮的。那其实是我弄的啊，这你弄的、啊？哎、欸，我怎么记得是他盖的？他又没有弄一个版本，然后那个版本在那一次地壳变动之后，我一起改掉了。第一次地壳变动之后。里面那样做很漂亮啊，看起来很漂亮。不然中间好像是空的。对，中间是空的，没有办法盖起来。因为要排烟，那个火盆有煙。哦，对哈、哦，要排烟。不会啊，就像我的烧烤店就没排烟，明明就有排烟，但是没办法。牧师，有找到牧师。然后现在地壳变动完的田地，不然本来还蛮漂亮的。对啊，本来那样很漂亮。然后这个卸货区，卸货区跟工坊很赞。然后再来就是餐厅跟烧烤店、啊，都是慢的心血结晶。装置艺术画面之后还能在 YT 播出吗？可以啦，可以啊。YT 没那么那个吧？啊 ，YT。红针小弟，男性的这也，而且那看起来也很抽象啊，也不会是真的那个。对，应该还好啦，真的那个，真的那个，应该还好。那餐厅怎么好像又多了一些东西？这是号角哎、欸，号角酒杯、欸。我定时会去更新一下桌上的东西。我是护航。就每次有新料理，我就往那边摆一点。太酷了吧！还有后面的小花园。哦，这个曼说他花了很多心血弄的这个。
香肠肉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做一点？你做啊，可以啊，那个蛮好做的，经济实惠。经济实惠，出锅多啊？他一次柏林核心可以弄吗？不行，你只能找到地穴啊。柏林核心只有 only one，、啊、可以啦，可以啦，有火、啊、有火灵啊，有火灵。对啊，那可以一直打、啊，而他会是再生，原地再生。可以，那个可以弄的，去沼泽弄。哦，我找这是营业粉。烧烤店。OK OK， 我、哦、这边有什么？我一颗星。Nice。嗯。好亮。很保持。刚刚那一下敲到慢的房子，不知道会怎么样。哇，他直接、嗯、什么直接关闭伺服器了。应该会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干嘛？没有啦，他说有人问说，刚刚敲到的是慢的房子的区域。啊，直接关闭伺服器。我还要仿车在这里，很极端，都不废话，直接 shut down， 然后就退出夜游帮，太气了，太极端了，哦，气气气气气，哦，这边也有土地公，哦，好，我可以盖传送门了，嗯，就是很奇怪。名字要叫什么好嘞？名字可以随便取吗？随便取啊！你有创意的话，哎，来看看你的创意啊！让我看看。哎、欸，红萝卜都被拔走了。除了小花园以外，这边还有这个啊。后来没有再种啊。餐厅旁边还有这个树，我还是要种一点。那、啊、你这个。那个树的前面那个花园好像被攻，就刚刚的时候被攻击了，好像有东西不见了。哎、欸，红萝卜种子变少了，因为都没有在种啊。你说花园前面，是不是餐厅旁边那个大树的那一个、啊？哦，这边好像有东西不见了。刚刚我拿到一些木头。哦，是哦。啊，我知道了。然后这边过来就是船屋了。我的，哎，石头捡不起。之内的船屋后来变成码头了。叫他盖个船屋，盖成码头。慢，你那个宝箱到底怎么弄的？很像抽屉一样。那边哪一个宝箱？就是，对啊，这底下的。你说底下这个、啊？对啊。这只是贴膜，然后贴的好像平平的。哦，你是让它穿膜？对，就用穿膜方式贴住。哦，了解。然后最后就是大元家跟大色二。你这个要先把箱子放好，然后你再把旁边两个墙贴上。哦，对，因为你如果先贴墙，箱子可能会放不了，它那个判定。Hello， 大元家跟大色二这边。啊，未来都第一圈，还被成功了是吧？你这边还把它围圈，它真的是防火墙。对啊，没有了。比如说这样，啊，早安，一打开。What？ 一打开心情没错。石没盖房子吗？石就睡在之内的床旁边的那个婴儿床，就是那个婴儿床。这个、啊、你到现在还没有帮他换。没有啊，先盖一个，先盖大蛇的大蘑菇。哪个大蘑菇？哦，那个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個是
那个你拿那个耙子啊，可以种那个花嘛。里面有一个这个蘑菇，这个蘑菇好像纯装饰，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把它放里面。它是荧光的，它应该晚上会发亮吧？什么东西啊？它会发亮。什么东西？你可以当路灯用。可是一点用都没有。哦。在哪里啊？哎呦，路灯啊！哦，对哦，我没想过。这个啊，这个发光的大荧，啊，是他说是这个。哇，这是花园灯吧？还没有看到，应该把我家种，我就把我也要，我也要，我也要在我家种一个，它会发光是不是？材料没，嗯，对，它会发光。材料还蛮好收集，蛮简单。它不就是地穴的黄蘑菇吗？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大的灰。哦，对，这个菇，那我要在我家的这个自然走道旁边种这个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在哪里弄到？而且它会发光。我要怎么种那个黄蘑菇碎骨粘液块 ？OK，对啊。哇，这里桌上越来越丰盛了，我好好吃哦。那是怎么弄到的啊？然后我要粘液块，你怎么弄到？你可以拿起来吃啊。那蘑菇直接种的，一人再煮回去就好了。但是你拿那个耙子，我身上就好了。它是用三个黄蘑菇粘液块跟碎骨做的。Growing mushroom。纯装饰哦，我们应该全部人坐在这个长椅上来吃个东西。等一下，我是来取胡萝卜，不是看东看西。胡萝卜嘞？胡萝卜那个啦，这里不在这个啊？这那个大圆，直接来这边。哦，这边吧。你直接那个箱子拿去。Thank you， 骷髅每次进攻都是刀斧破。不错哇，好酷哦！刚好快天黑了，看得到那个光。对好，要睡吗？好漂亮啊！嘿嘿，好棒哦！我看一下，这个阿萨这边，晚上很不错呢。对啊，大大圆圆的。大大圆圆，可是它还没开始发光的感觉。有啦，它有亮亮，不黑，再黑一点。弄一下，刚刚要干嘛忘了？为什么我加了树脂，它不会烧起？我刚才加了。好，那个哦，有了，烧起来了。突然变成恐怖游戏，有吗？我觉得还不错啊。哦，他说那个荧光蓝。对啊。它不能换颜色，有点可惜。嗯，就一个选项。哇，还蛮亮的啊！不过的确好像有点像墓园灯，墓园，因为是这个颜色啊。我知道了，那把它旁边用草地，用草丛，小草丛弄起来，不是这个。好啊，要睡吗？可以啊，我没办法睡。OK， 那继续钓鱼。
大社烤肉架怎么被拆了？没有啊，在墙壁上，上面有勾勾，上面有勾勾。哎、哇塞，它是新的哦。对，它现在换铁的。可以换颜色，要弄成 RGB 风吗？如果可以的话就好。还 OK 啦，就是颜色的关系啊，不然还 OK 啦。马上从墓园变夜店。哎呀，怎么又有？在哪里？其实那个微微的亮还不错，对啊，只是颜色的关系而已，颜色比较没那么好。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一个门，不然要跑好远。晚安，晚安，拜拜。我这里就比较郊外一点。对啊，有郊外的感觉。远离消沉。远离尘嚣啊。我还在想说，是我记错了。毕竟。书读的不够，有时候远离消沉应该变快乐一点了。消沉，这个东西，还好不会燃烧到地板，真的。哦，是有，要是有火焰那个燃烧效果，我估计大蛇已经不见了。真的，大蛇早就不见了，我跟你讲。第一天睡完，天花板就不见了。餐厅的食材换了、菜单换了。对啊，会换啊。我定时会换比较好的上去。那你的炖肉放哪去了？啊，哦，那个没公餐的、应该没有在吃。我是想要放、我自己有在做了，但是没有放在台面上。哦，因为我也是有在。你要那个？这是什么隐藏餐点吗？老板给我一份今日特餐。哇，那个鹿肉很多啊！曼的家的玻璃弄得好棒哦。鹿肉有很多吗？我鹿肉。还有鱼肉卷的、天哪！哦，你撕哦是什么意思？麒麟。啊？那个橱窗我真的很喜欢，我最喜欢的那个点就是那个橱窗。而且，你早上是看得到那个里面的。哦。还是说现在这个时间你看到里面点火应该看见？你说烧烤店呢、
对对对对。哇！你现在这个时间从窗外是看得到橱窗的东西。强强强！之内的大圣会有几分？至少也要参考一下慢。拍我一下。一次多屌。安安，那我就把我的炖鹿肉放回我家好了。我应该，我看我还没事。炖鹿肉确实没有，那另外再煮鹿肉。哎，郊外的生活也是不错的啦。有人在打，不是啊，邻居有，你看有东西在，邻居有点烦。是在打东西啊？还是有人在，还是在拆东西？对啊，我有敌人吗？这里吗？还是围墙？哎呦啦，骷髅啦，他在拆阿修的楼梯啦！阿修的楼梯！啊！这边有东西坏了，我不知道什么，应该是楼梯吧？我觉得楼梯很容易坏呀、啊，没办法，没有，每次回来都要修，每次回来都要修楼梯。哦，有，我知道了，是那个。墙上的那个灯啊！哦、啊，那个灯，那个灯被敲掉了，是灯被拆啊！哎呦，有了，我帮你装回去了。它掉的素材是完整的，所以还可以。还好还好，感谢。哎、欸，不对啊，那个灯是在墙上，还是怎么？它是专门敲拆那个、喔？没有，可能是那他敲了那个木头什么那根。专门拆那个。目标是楼梯，不小心把那个打下来。他也是要打楼梯，但是判定就是到那个上面。对。他们惧怕火源，就先把火源打掉。哦，太聪明了吧！哇，这个郊外就是这样，比较不安全。他们城市人，城市人就不用担心这个。啊。城市只怕突袭而已。哎、欸，我觉得加了这个蘑菇感觉很好啊，很不错。那我看啊，哎、欸，你加一点杂草，看起来更自然融为一体了。对。现在方便睡觉吗？死、嗯、好像没办法。好吧。嗯。待会。因为我这临时巨人有一堆灰矮人在外面绕，杀不完。是吗？那表示有那个吧，重生点。是我这样一眼看过去是没看到啊。早上了，白天的。终于早上了 ，OK， 太好了。还好一醒来不是防火巷。啊！过几天就是了。不会好吗？啊！哇塞，你本来你也圈太大了吧你。结果你今天又盖不完了。你今天一整天，一整个晚上根本就只有圈地而已啊！我本来预计就是大概只能圈地啊。这个你的泰拉瑞亚呢？现在又没有在开。那你可以赶快上去盖完了、啊。哇塞，你还要这样盖啊？你真的假的？啊、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啊，李长博。李长博。他怀抱梦想，对啊，不要盖那么高啦！我是说石墙不用盖那么高啦，上面还是木头，这样比较好看呢。会啊，到时候就是。树状好烦啊。你没有那个、啊、巨人那个吗？有啊，但是还是不够，因为盖这个很麻烦，拿一堆东西在什么？哇，好多蜥蜴哦！你有推车可以用？对哦。觉得石墙不用盖那么高，
没有啊，到时候上面会转成那个。他就是要让那个大元看不到，看不到，成为一个翻滚无敌海景。对，真的是找我查喽。不会，气到大元一个上线，有没有？本来就没有要出现的一个气，可恶，直奔战场。本来就只是想默默的看一下，结果一进来就看到，我家被拆了。没有拆，你家不在吗？但是说修地形，修地形、虽然在，但是已经再也回不去了。十二点半了，哎，怎么这样就十二点半了？今天就是来准备食材的一天，精神食啊！我们先来休息。我现在也无法、啊，他还没盖完。也是。要不是刚刚那个，不然我早就已经开始盖那个。说的我都行。哦，没体力了。好了，那今天直播也差不多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收看。我看之内再两集也盖不完。慢慢有。大家晚安啦。晚安啊，晚安。晚安。哎，我去拿点原木来补强我的地基好了。你旁边有四根是我补。你是很自豪的，你听说他意思吗？你听说他意思，他要你感谢他。我一看那个屋顶在塌，我整个吓到。你当然废话，这是你弄的、啊，你当然吓到啊。没有，是这边，这边你可能要先改一下，这个没有贴好。